我接下来要谈的大概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定这个法？也当然，为什么最低工资有其必要？就两个面向去论述必要性。接下来，定定标准是什么？也是国内其实争执的焦点之一。接下来，最低工资应该由如何的审议程序去做出决定？最后，比较法律实体面的，到底最低工资应该有什么样的适用范围？跟要不要有特殊的最低工资制度，例如在日本，这个分区分产业，这种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的某一种方式，到底合不合适台湾？在过去的许多讨论之中，也有人提出台湾应该分区，例如以县市或是更大的区域的设计，或是区分不同的产业，因为如果在座各位朋友熟悉国内的这个不同产业工资的话，就可以了解国内的产业其实最低工资的情况差异蛮大的，至少就和平均工资而言。订定最低工资法为什么有它的必要性，在各国的检讨之中大概有这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市场变迁，低薪部门急增，让非典型劳动蔓延，所谓 new pools working pools 这种不断的成长。那么，这个让最低工资为什么要加以稳定，制度上加以稳定，显得非常的急迫。一个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欧洲，工会的协约工资扮演保护功能逐渐衰微，越来越多的劳工退出工会，越来越多的低薪部门是无工会的这个产业部门。所以传统上欧洲许多国家不认为最低工资重要，是因为协约工资早就高于大家所希望扮演功能的最低工资，可是今天协约工资的功能逐渐衰微之下，最低工资法制化，让它变成一个强行工法，显得更为的要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跨境移动越来越普遍，而外籍劳工通常是各国最大宗的低薪劳动者。当然在台湾也许情况不太相同，在欧洲这个情况非常的明显，也是造成的为什么最低工资应该要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的一个观点是经常被提出来的，总体经济以及内需市场思考的再生，应该重新回到总体经济，而不是1980年代从柴契尔夫人跟雷根总统上台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强调的个体经济，什么都只强调企业管理、企业成本，而忘记了总体经济，例如国民购买力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必要性前提之下，那么各国对应最低工资法就有一些基本的思考。这个思考我想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必须去加以深思的。最低工资的标准定定，到底最低工资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定出来，这个呢并没有一定的是与非，而是选择题。你必须要从许多的面向去找出自己社会最合适的那一个标准。我简单列举几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是有公式，但是公式呢仍然加上专家委员会的审议，而这个专家委员会的审议呢可能是只能公式往上加，或虽然定出公式，但可以在一定比例里面呢调整，例如甚至比公式得出来的数字还要低。这个各国可能有不同的设计，接下来用中央主管机关法规命令的方式去这个发布，这是一个第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是没有公式，没有数学公式，而是用参考指标，用直性的指标。我待会会用德国做例子，用参考指标。而参考指标呢，可以有拘束性的指标，也可以有非拘束性的指标，也可以两个加起来。有些一定要参考，那有些不一定。非拘束性，但这个不一定不代表你就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个必须透过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每年的例行性的运作，去让即便是非居住性的指标都能够扮演一定的功能。然后呢，参考指标可以有一些公式，就虽然是直性指标，但可以有一些类似数学的公式呈现，接下来再加上专家委员会的审议，最后是由中央主管机关法规命令来定定。模式二，例如英国、德国比较接近这种模式，它并不采取公式。我想
待会建宏老师应该会跟大家分析到，事实上采取公示的国家极少，因为公示有它的一些盲点啊。就是接下来是模式三，模式三就是在模式二之外呢，加上劳资双方委员会。这跟模式二比较大的不同是，模式二的委员会基本上是专家委员会，哦，例如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劳动市场学者，哦，那么但是在模式三比较重视的是劳资双方，它比较这个侧重于劳资双方一定的这个站在统合主义的传统，劳资双方以集体力量的参与，在法国比较是这种模式。好，那模式四是前面三个模式不同要素的组合，好，特别是例如加上国会的部分。好，那么委员会的定期审议，委员会的审议在各国大概都是规定一定的期限，例如每年一次或每年两次。好，那行政权原则上必须受这个委员会的拘束，原则上表示有原则就有例外，那例外究竟要如何处理，各国的方式又不同，有些国家采取如果行政权用我们台湾话来讲好了，如果劳动部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议的数字劳动部或行政院不想采纳这个数字，那在某些国家就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必须到国会报告，如果国会经过一定的程序，例如委员会，哦，例如卫环委员会做出了一定的决议，有些国家还要加上院会决议，如果决议不接受行政院的方案，那行政院就必须接受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好，它是透过一些层层的设计，因为最低工资是一个行政权，它基本上立法的监督有限，就立法权不可以跳过行政权说我自己来定最低工资。好，但是呢，不表示立法者例如国会在这个程序中不得以扮演任何角色，不是这样的，好，是有一些设计。好，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时代力量在它的版本里面似乎也有类似的设计，好，国会一定的介入，但不是由国会来自己定最低工资。好，那当然公示与指标就像我说的，公示极少国家采取，好，那可能的参数例如包括物价指数、生产力、社会救助门槛。好，那么如何设计公示当然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比方说到底什么叫做平均家户抚养人口，如果台湾现在叫 1.7 的话，美国许多州定最低工资，除了乘以如果有公示的话，除了乘以平均家户抚养人口以外，还要乘以一个奇妙的数字，叫做 0.7 或 0.8， 因为你家里如果抚养平均抚养 1.7， 如果每一个都在赚钱，显然你不需要那么高，所以呢这个美国许多州这样一个奇妙的不晓得从哪冒出来的数字，再让它稀释掉，例如乘 0.7 0.8、哦，换言之这个公示并没有像各位想象的那么容易，也许，好，例如有拘束性跟非拘束性。拘束性，例如像荷兰跟法国的例子，好，他们规定至少要符合物价上涨指数。如果今年比去年物价上涨2%，你就非调2%不可，这个是不可以讨论的，啊，没有智慧商榷的余地。好，那如果平均真实工资不是名目工资，而是平均真实工资上扬，好，1/2的金额，这个金额也是非调不可的。这叫拘束性。那例如法国就有，如果2%，好，如果真实工资上涨2%，就要启动自动调整，好，自动调整。那当然，更多的国家采取的是非拘束性的指标，例如荷兰就规定，你应该参考同时期团体协约工资的发展，啊，当然这个在台湾这个条件比较不具备，啊，因为这个协商工资并不是我们台湾团体协约常见的内容，啊，而德国来讲。非拘束指标就包括你应该针对何谓适当的最低保障，哦，公平而且可以运作的竞争条件，最低工资会不会带来某一些产业或某一些企业相对于内国或相对于外国竞争者沦为这个不当的竞争，哦，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也不能危害就业。虽然说经济学者大部分都同意最低工资的提高不会影响就业，但并不代表对于某一些产业甚至少数的企业不会产生后果，这个要一并的考虑。那是什么应该列入最低工资，什么不应该列入最低工资来加以考量。好，例如像法国，好，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好，或例如在荷兰，到底哪一些钱不要被雇主灌水，好，不要被雇主灌水说我只要每一个月这个最后给你的报酬是高于例如21,900，那就没有违法了，而不是其中有一些项目呢不应该被列入最低工资，就应该明确排除。
而这些现在各国大概都是透过法规命令，好，所以它必须调整。那我们台湾虽然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十条有明定什么不是工资，但许多都被法院打脸，认为那个规范是有问题的。好，那劳动部在过去大概都透过比较简单的只针对单一项目的解释，好，去让社会知道什么不是工资。好，我想应该参考各国的例子。关于最低工资常见的争议，应该把它类型化，透过法规命令的方式，不让劳工，也当然要让资方了解什么是不容许让你灌水的。那就审议程序来讲，许多国家都明定法定调整时间，德国是每两年调一次，法国、英国是一年，荷兰甚至半年就要检讨一次。好，那在这个委员会的设计之下，只有专家的，例如法国，当然就像我说的，法国专家委员会之后还要加上劳资的审议，所以它是分两层。好，那么德国或其他的国家呢，就以专家加上利害关系人，例如包括劳资团体代表，劳资联合组织的代表，例如这个全国产业总工会，好，工法上的宗教团体，这个在台湾比较没有这种情况，以及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也要一起加进来，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有某一种特殊的意涵，社会福利产业在台湾也一直是这个抱怨劳基法的一个，也必须纳入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好，那么就像刚刚说的，法国会另外加上另外一个委员会，专家第一阶段，再加第二阶段，有个全国协约委员会，这就只有劳资双方的。好，那行政机关颁布法规命令，要不要加上国会审议呢？德国就没有，其他国家又有。好，就是这个是也必须加以讨论的。在人的适用范围啊，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说公司部门所有劳动者都应该适用之外呢，计件工，好，按件计酬也一定要适用。类似劳工或特定的自营作业者，我们学理上叫虚假的自营作业者，他有经济从属性而没有人格从属性的，也应该加以适用。类似劳工也要。好，那么实习生在其他国家的例子原则上也要适用，但是排除特定的类型。如果是教育法明定排除与学业相关而且在三个月以内的，也就是说例如台湾这个在讨论的例如大学兼任助理，在许多国家是明确排除在最低工资之外，但不代表他可以任意的压低，只是一定程度的排除而已。好，那长期失业者要不要排除呢？如果长期失业者为了要促进就业，可不可以在短期之内让他排除，各国也是一个争执的焦点，这是一个就业促进特殊的考量问题。好，外籍劳工当然一体适用，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听过外籍劳工不应该适用，因为那就跟我最前面讲的必要性自相矛盾。好，那当然在台湾很多人也许的问题不同。好，在人的适用范围大家可以去发现会有非常复杂的设计，因为你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设计，甚至一定程度的务实将会让违法滥用的情况很多。好，那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年轻人要不要享有最低工资。好，在许多国家未满17岁，例如在法国最低工资的80%即可，17至18岁好可以到90%。好，那许多的国家列出的欧洲的许多国家大概都有17岁18岁20岁22、25岁的年轻劳动者可以比一般最低工资低一点一定比例。好，那这个在台湾也许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台湾的企业喜欢把年轻人滥用，可是呢欧洲的对于年轻人呢，他们是一边保护一边让他工作一边兼保护，所以他们觉得既然企业拥有保护甚至一定程度的训练年轻劳工的责任，于是应该给企业在最低工资上一点这个优惠。好，跟台湾的情况并不完全的相同。好，最后强化劳动检查。好，在以法国为例，如果拒绝接受劳动检查不提供必要资料，在法国属于刑事犯罪，劳动检查人员就必须进入这个刑事告发程序。好，如果有违法情势呢，当然会先请雇主改善，这个改善指的是你马上要给付积欠劳工的差额。好，然后当然也要处罚，不是改善就不处罚了，再认定为秩序违反行为就处以行政罚款。好，每查获一个人低于最低工资就要罚1500欧元，好，大概是5万块台币，一个人就要罚5万块台币。好，然后呢，然后如果有只要行政处罚之后呢，就要移送给该管地检署的检察官，由他去认定是否属于重大违反最低工资，像我刚刚说的例如人数到达一定数量
或例如这个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例如连最低工资的一半都不到，这时候就由检察官来决定是否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好，再加以起诉。到了刑事侦查程序，又有刑罚问题，而这个刑罚跟行政法是不吸收的，不像我国的行政法法有刑罚就吸收行政法，其他国家是不吸收的，两个都要罚，好，两个都要罚，而且那个罚金是依每一个人头算，好，一个人头算。最重要是1970年的最低工资订定公约，这是目前各国啊、哦、各国最重要的一个最低工资公约。那么我要特别强调，在这个公约里面，它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第一个，它强调，它明确的讲出了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一个低薪劳工免于受到这一个生活上的困境。那么什么叫低薪劳工？各国的法定的标准认定什么叫低薪劳工不一致，但是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各位知道我们台湾有没有最政府有没有低薪劳工的认定标准？没有。哦，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我们简称 OECD 哈，它都是34个会员国，都是我们认知的先进国家。在这一个 OECD 34会员国里面，有超过2/3的国家，它对于低薪劳工的认定标准都是采取同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工他的每月薪资低于这个国家薪资中位数的2/3，那么这个劳工我们就称为低薪劳工。各位，我请各位来告诉我，各位知道我们台湾最新主计总处公布的薪资中位数是多少钱吗？每月薪资中位数多少钱？因为你知道薪资中位数才能够乘2/3，知道低薪劳工在台湾的标准。就如果我们用 OECD 多数国家的标准，各位，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我们去年全年度的薪资中位数是每月46,082块，乘上2/3就是大概27,000左右。换言之，各位，在台湾如果依照这个标准，一个劳工每月薪资低于27,000，他应该就是低薪劳工。可各位，我们的基本工资是多少钱？基本工资21,009，表示跟低薪劳工标准还有6,000块以上的差距。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事实，我们台湾的基本工资的标准远远低于一个国家低薪劳工生活的需要。这代表我必须要，这边有庄理事长在，我要必须要讲，我们的基本工资标准是完全脱离劳动市场现实的，是一个失灵的基本工资制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台湾基本工资制度实施31年以来，主要问题就是一句话，我们的基本工资因为没有法制化，因为只有一个条文21条劳基法，所以它在各方面都没有法制化，导致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周延的调整机制，包括在决策机制、调整指标、调整程序、执行机制这几方面是最重要的最低工资制度，基本上都没有法制化。我们的基本工资审议办法里面的条文基本上也都没有强制性，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周延的法制制度，所以导致我们多年来基本工资才会出现所谓的7年不调整，甚至有10年不调整。我的建议，这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说明。好，第一，我认为要定生活成本，法定用语我建议就是用劳工生活成本，那么优先把消费者物价指数定为法定的劳工生活成本，有拘束力强制指标，就说你 CPI 3个年度如果调了上升2%，那么你强拘束力指标就是说，那么你最低工资就一定要增加2%，这叫拘束力。可是呢，因为我考量到我们的 CPI 的调查项目范围并不完整，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成本没有纳入 CPI 调查，所以这些其他生活成本可以列为
非拘束力的调整指标，这样子我觉得才完整。像那个友联秘书长常提到劳工的健康支出，好，我们的 CPI 调查里面健康医疗的支出调查项目并不完整，而这个是我们很重要。但说，台湾劳保健保已经很棒了啊，好，可是我们重大手术的那个健保支付还是有限的。再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既然最低工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保障低薪劳工，所以应该把低薪劳工跟全体劳工的薪资水准做比较，把两者的差距倍数变化状况作为调整。举例，2015年台湾的低薪劳工标准是27208，因为当时的薪资中位数40850，乘上三分之二就是20027208，当时的平均薪资48400，差距倍数1.78倍。可到2016年呢，差距倍数增加到1.89倍，增加了0.11倍。各位，我认为这个0.11倍代表什么？我们台湾低薪劳工生活又变困难了。那么得出了增加0.12倍之后，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参数，比如说增加0.1倍，我的最低工资就要调高1%或2%。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达到保障最低低薪劳工的目的。好，这是我的个人的建议。第三，生产力指标要定。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劳工生产力是台湾劳工生产力是很强的，可是没有反映在工资报酬。美国劳动部在2013年有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劳工生产力报告，对台湾劳工在17个国家里面生产力成长状况是高居第二好，可是我们的雇主支出的劳动成本的负担状况却是成长状况却是最低的，代表台湾劳工生产力很强，工资报酬的那个好处却享受很少。好，所以生产力应该纳入这个指标。不一定就业扶养比指标，这个我想我跟在座一些朋友意见很不一样。我要强调，一个国家有一个家庭有多少成员是可以被认定为受扶养者，这很复杂，很难定一个客观标准。比如说，那也不容易调查确定有多少人是受扶养者，我们非常的难去定。比如说，所以世界上只有14个国家把劳工的家庭成员需求列为调整指标因素之一。那么 ILO 的报告也明确的指出，有就业的事实的同工兼差的家庭主妇不应该视为受扶养者。好，那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些人不应该也不宜列为受扶养者，那会不会有争议呢？当然有争议啊。我一个兼差的家庭主妇收入1个月10000块跟收入30000块，你通通都不纳入吗？通通都不纳入这个就业人数吗？那如果要定，那这个标准要定多少才合理？光是这个问题就吵不完。同样同工有小童星收入1个月上10万块20万多，可能也有那个打工1-2次的1个月收入不到10000块的，标准很难定。标准难定，你就很难调查人数，很难调查人数，你就很难去计算就业扶养比。所以我要强调，这是第一个现实上很大困难，多数国家都考到这一关。我这个依据是 ILO 2005年的报告，它明确指出，多数国家不是不愿意，而是现实上很难。第二个现实上不宜的原因就是，先进国家都面临少子化、高龄化，我们台湾也一样。当你面临少子化，你还把受扶养的家庭成员列入就业扶养比，那么表示受扶养的小孩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第一个就业扶养比，那表示你最低工资会越来越低哦。再来高龄化，高龄化代表老年人越来越多，问题来了，老年人有领年金，啊，你的年金多或少？年金多的要不要列入受扶养者？年金少的要不要列入受扶养者？标准是多少才合理？这都是先进国家已经
面临的老问题，我们正在谈年金改革，不是同样问题吗？老年人要不要，已经退休的人领多少年金，该列入或不该列入就业扶养者，这个是非常难认定的问题，很难决定标准。好，那所以还有很多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就业，很多妇女去就业，代表那个家庭主妇受抚养的家庭主妇基本上人数会变少，那这样你的就业抚养比也会降低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没有面临现实状况的一个指标。没有一个先进，我所认知的，没有一个先进国家把就业抚养比，就家庭成员需要列为调整指标。我认为就业抚养比可以把它列为没有拘束力的参考指标。好，没有拘束力可以，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在审议的时候，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把它列为考虑因素之一，但是它不是拘束力指标。那么这样就可以弹性的看现实状况，好来决定调多少。我个人也认为不应该定公式，理由就刚嘉老师已经提到一部分，很少，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国家定公式，比较例外的像法国，可是法国他们的公式严格讲，并不是真的公式，它只是加了参数跟指标，那个不是我们认知的公式。为什么不一定公式？因为公式定下去，那干嘛还要有委员会讨论呢？那就没有协商空间了，那就行政部门依照公式来决定就好了。我们希望是由劳动部或行政院完全决定吗？